王曼丽，枪拿好，站起来。报班长，我有个疑问。说。为什么黄曼丽受枪动作乱七八糟，还可以当受枪代表？你收到头盔了。曼丽，这次有关于17年的荣誉，我看你还是不要太大意。报告排长，请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可以更好。明天只有一次机会，不会有人再给你另外一次机会。好吧，你加油。这么晚了在干嘛？要练习用扫把怎么练？接枪啊！你一个动作一个动作慢慢来，不要急，然后动作做确实。明天你黄曼丽是全场的女主角，大家的眼光都注视你一个。记住班长跟你说的话，你黄曼丽做得到，而且你是最棒的。知道？知道。